So you want to get different food and somebody smacked you? Yeah. Okay, you're okay? He didn't know. You're okay though? You're okay. OK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啊？你不知道哈？ 哎，大哥，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无缘无故的到这里买个榴莲，买坏的榴莲，坏的榴莲，坏的榴莲拿过来说我要这个榴莲，我要换，我要退给，要退，就是你买了一个坏的榴莲，然后想退掉，对，不能退，他说我这个榴莲就是这样的，因为我这是减价的，他说是特价的，不给退，啊，还有马上滚出我的店，然后打我，他说他打你了，对，打我这里。 打到耳朵了是吧？对，打我耳朵。好，他说让你滚出他的店，然后打你。对，就是。我说你这不是黑店吗？是不是？那他现在退了没有？现在警察过来，他退了。他一句话跟你说，他这个榴莲东西是好的，我也吃过了，是不是啊？他在这里吵架是鱼不好，什么不好？在这里捣乱。我跟人家，那到这里要小心啊。 这人如果买坏的东西，如果买坏的鱼就不能换了，对不对？要看，是不是？这里捣乱东西，这不是捣乱。我告诉他这里呢，他不退不换吗？是不是？不对，那肯定有看清楚东西啊。这等于说你黑店啊，是不是？黑店呢？最后怎么给你换呢？就是最后有退钱是吧？退了哈。警察过来才退。其实我是过来换个任何东西都可以，是不是？就是想换一点。因为我们大家都做生意的，换个东西都可以。可是他的黑店呢？ 他就这样，他说一个榴莲打开了，全部东西里面白白的，好好的。他说要换，打开了卖给谁呀？你尝过了哈，我尝过了，是 OK。 我已经尝来卖给你，如果好了，我也不吃饱撑着，我也开个20分钟，这么过来给他换。你为什么换？一个30块钱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人家应该是不能换的嘛，坏的东西一定要换，是不是？他说皮的地方买过来不一样，这个一个牌子一个牌子的东西味道肯定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肯定不一样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吵了，我们就到这里了，是不是？